きく結構さしすせそだちつてとなにぬねのはひくへほまみむめもやゆよらりぬれわお。にしたり文字にしたり今日は何を話そう。世界の果て起きることも今日のご飯のことも君と笑い時に泣いて分かち合うため話そう。あれ好きでこれ嫌い決めたのは自分自身だからそれも打ち壊していけんだろう。ほらねやっぱ言葉が僕らを包んでる。君と話したいことがある。それを思うとワクワクするよ。君と近く件衫仲黄过香蕉喎，好衰噶！呢只唔系黄色嚟噶，系柠檬黄嚟噶。我睇过我今日嘅幸运色系柠檬黄啊！幸运色呢度讲嘅嘢真系好准噶。嗯，今日运程啊，估唔到 James 你会信啲咁嘅嘢。唔好讲呢个啦，不如我哋一齐去食冬甩啦！喺三丁目嗰边开咗间新嘅冬甩店啊！冇错啊，又好食又多款，而且仲好受欢迎添嘅。我之前一直都好想去嘅啦，我哋快啲一齐去啦！去啦去啦！哦 ，James， 你唔去啊？三丁目嘅方向喺东面啊！占卜话，如果我今日去东面嘅话，会遇到啲唔好嘅事噶。吓、啊，咁你真系唔去啊？除咗东面之外，我去边度都得。系咁就我哋三个去啦。James， 拜拜啦！其实喺西面都有很好食嘅冬甩噶，南面同北面都应该有噶，一定有噶。乜我哋真系有必要特登去东面食冬甩咩？你哋几个真系特登去东面食冬甩？咁点啊？真系啊！睇下都系有嘅啦。呢间咪成日嚟嗰间冬甩店，我想去嘅系东面新开嗰间冬甩店啊！算啦算啦，我哋下次再去过啦。真系恭喜晒你哋啊！你哋几个咁啱系我哋第一万位嘅客人，所以你哋今日可以免费任食冬甩啊！真系好彩啊！嚟到呢度真系太好啦！咁样都系全靠占卜啫，咁啱啫，咁啱啫！我真系唔信啊，咩占卜啊？你今日的幸运物是深深眼镜啊，改变发型的话恋爱运程都会变好的。喂，你这样算怎样啊？那个女仔在望住我啊，这些不通就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我的恋爱运程真的变好了啊。Sally send message 嚟，佢话佢整咗个蛋糕，叫我哋快啲去食。好啊好啊，出发啦！等阵先啊！咩事啊 ？Sally 嘅屋企唔系就系喺东面咩？吓、占卜话我今日唔去得东面噶。真系啊，系咁嘅话，咪即系边度都唔去得。不如听下我嘅意见啦。首先兜路去东北，跟住向南行，再向西面就到 Sally 屋企。咁样行就可以避开东面唔行，而又可以好安全咁去到 Sally 嘅屋企啦。做得好好啊 ，Moon！ 点解而家连 Moon 都信埋 James 嘅占卜噶？
系咁，就照 Moon 头先讲嘅计划去 Sally 屋企啦 ，Let's go！ 啊，要兜咁远，我唔制啊 ！Brown 同我行呢边去先啦，我哋行啦 ，Brown。啊，唔通连 Brown 你都信埋嗰啲占卜啊？新闻：三丁目新开嘅东粒店因为太多人排队，所以要等成十个钟咁耐。吓、啊，呢一间咪就系我哋打算去嗰间东粒店。如果我哋头先真系去咗嗰间东粒店嘅话，今日要等成十个钟先有得食咯。啊，好彩咋 ，Connie， 你而家究竟仲敢唔敢去东面啊？究竟 James 嘅占卜系咪真系准噶？乜唔系已经好准啦咩 ？James， 你跟住占卜讲嘅幸运色，着到全身黄冚冚咁，又发生咗啲咩好事啊？唔系普通黄色啊，系柠檬黄嚟噶，咩事都冇发生。吓、啊，咩事都冇？占占占占，乜你仲系唔明白咩？冇事发生先系好运啊！啊，就系、是。因为我穿了这套幸运的柠檬黄西装，所以才没有遇到衰嘢咋，好平安无事咁又过咗一日啦，咁样都仲未好运咩？平安无事嘅一日，平安无事嘅我，平安无事，冇事发生，好好运，好好运，我好幸福噶啦啦啦啦啦！系咪真系平安无事？到而家都仲未知啊！啦啦啦啦啦，心情好好啊！啊！在那里出现了 Brown 的幸运物啊，占卜说 Brown 今天的幸运物就是小红花了。啊，但是生在树上面我们都摘不到的了。占卜说拿到小红花的话可以在意想不到的人到拿到三文鱼的。这些是什么占卜来的？啊，爬紧啊！Brown 你要小心点啊。攞到啦！危险啊！如果冇攞到小红花嘅话，可能伤得仲重噶。真系嘅？系真噶，今日因为幸运物保护咗 Brown 啊！啊，太好啦，太好啦！系啦系啦，我嘅幸运物到底系咩啊？系咪可以令恋爱运程变好噶？我都好想要。Connie 的幸运物是是什么？是什么？是石头。啊，是啦，我想问下仲有没有其他幸运物啊？占卜是这样讲的，说通过搬石头可以增加异性缘、中奖运和减肥成功等等的，是不是好好呢？啊，是不是即是人家成日讲我啲幸运石的力量的？我觉得有点不妥啊，虽然好像是可以减到肥的。危险啊！一、二、三，啊！大家快啲退后三步啦！点解啊？啱啱唔系有乌鸦喺我哋上面飞过咩？啊，系啊！占卜话如果有黑色物体飞过，唔退后三步就会有唔好嘅事发生噶啦！啊，真系嘅！哎呀，一、二、三，好重啊！唉，咁我就安心晒啦。啊！有好大堆乌鸦飞过啊！我哋要退几多步先至得啊？总之退后先啦、啊。有成真系好重啊！退后啊！退后啊！好痛啊！好痛啊！呢度系边度嚟噶？啊！我手机冇晒电啊！咁我哋咪即系荡失路，点算好啊？啊！系咩声嚟噶？点算好啊？点算好啊？我唔要喺呢啲地方过夜啊！大家冷静啲先 ，Connie， 你快啲攞住呢嚿幸运石先啦、啊！冇问题啦，咁样嘅话一定会变好运嘅。我人都够啦，根本一啲都唔好运啊！而家搞成咁，最衰都系 James 你啲占卜啦。系我嘅错，系啊！一开始如果直接去 Sally 屋企，咁咪唔会发生而家呢种事咯。喂，等一阵先啊 ，Moon， 你唔系都话好信占卜嘅咩？你当我傻嘅咩？我点会信啊？
连 Brown 你都，你哋太过分啦！我咁做都系为咗大家咋？过分嗰个系 James， 你贴真？系啊系啊，呢套黄冚冚嘅衫一啲都唔衬你啊！唔系黄色啊，我讲咗好多次系柠檬黄啊！你打我！呀！唔好打啦，点解会咁噶？我而家应该喺山里屋企食紧蛋糕噶嘛？咁耐都未到嘅。啊？系佢哋？喂啦！你哋喺嗰度做咩啊？系 Sally 啊！估唔到呢度竟然系 Sally 屋企嘅附近啊！我见到个黄色嘅物体喺度喐，仲以为系咩嚟添？原来系 James 你啊！唔系黄色啊，其实系柠檬黄嚟噶。你哋都饿噶啦，嚟一食蛋糕啊！哇，好好食咁啊！我去攞叉先。算啦，最后总算嚟到 Sally 屋企，真系太好啦！都是全靠 James 那套黄冚冚的衫啫，是柠檬黄啊，算啦，而家当是黄色都冇所谓。讲开又讲啊，就算是幸运物都好，攞住一嚿咁重的石头周围行，我觉得真的很奇怪咯。又是的。话时话我呢排开始迷上咗玩占卜啊，不如我帮大家占卜下。我想我哋都系唔使啦。啊！大家做咩啊？真系完美。有时大家好似而家咁画下画都挺开心啊。艺术呢样嘢真的可以令人心灵丰富好多。虽然我不知道我的心灵有冇丰富到啊，不过画画的感觉好开心啊。啊，早知系画画我就不理啦。我最不擅长就是画画。哇，大叔你好劲啊。啊？乜系咩？画得好似啊。哦、啊。太完美啦！佢嘅画工真系出神一化。唔通大叔你系个出名嘅艺术家嚟嘅？唔系，我只不过系个普通大叔嚟啫。哦，真系估唔到大叔你份人系咁谦噶噃。识画画嘅人真系好好。Connie 那些是什么来的？好噁心啊！这幅画真是完全不懂形容啊。做什么事啊？大叔啊， Connie 画的画真的很噁心啊。这些是怎么啊？是不是很噁心啊？真的太好了。这些就是正宗的立体派啊。立体派？立体派就是在一幅作品里面加入了各种不同观点的方法，即是说骤眼看落好像乱画的话，其实都是很有艺术性的。这样就是立体派啊？可能他是无意识之下画到这种风格出来的天才来的。天才？立体派？是立体派。我是天才来啊？大叔，呢啲艺术家讲嘅嘢果然唔同啲啊！哇！呢幅画无论睇几多次都觉得好靓啊！边度系呢？简直完美！你睇下佢用嘅颜料就知道啦，不愧系天才啊！果然冇错啊 ！Connie 就好似钻石嘅原石咁样，而家通过呢幅画终于都发光啦！真系咩 ？Connie， 你几时开始有呢种灵感噶？你问我是几时开始呀？不知不觉就有啦。哇，真系讲得好深奥啊！不知不觉呢一句嘢里面都包含咗宇宙嘅原理喺度啊！快啲记低佢啦。系。有嘢要问嘅人唔该举手先啊。系。Jessica， 你最中意嘅食物系咩呢？我中意嘅食物啊？
是青瓜，是青瓜。咁就梗系啦，立体派天才 Connie 老师只会食青瓜噶咋？我记得寻日好似一齐食汉堡扒噶。话时话 Connie， 等一阵先啦。你会唔会觉得你叫得有啲随便得滞啊？呢一位系天才 Connie， 系立体派嘅艺术家，绝对唔可以随便咁叫佢 Connie 嘅。好衰的，不过如果大家都要叫我做老师的话，我都不会抗拒的。大家清楚了嘛？是老师。老师啊，不知道可不可以请你帮我画低我这个完美的样子？你讲什么啊？老师现在很忙的。算了 Moon， 那挺好啊，看在一场朋友份上就特别帮你画了。真的好多谢你啊老师。小事啦，小事啦。简直是完美啊，这个世上又出现多一幅名画了。不过我块面本身都没那么绿的。是这样的话。咁就一模一样啦、哦，真系同风画一样噶。Connie 老师真系好多谢你啊！唔使客气，老师，我呢排想喺屋企收藏啲靓嘅花樽做摆设，我自己已经试过做好多次噶啦，但系次次都整唔好啊。哈哈哈！外行人想整个靓嘅花樽系难啲嘅啦，咁就等我整翻个俾你啦。哦，虽然我都觉得呢个花樽唔错，但系点解冇位插花嘅？系边个话花樽一定要用嚟插花噶？就系呢种原有嘅观念，令到视野都变得狭窄啊！而家有啲唔插花嘅花樽，咁唔系几好咩？咁讲又系，我而家终于都明啦，明就最好啦。做咩事啊 ，Bram？ 因为屋企要装修，想我帮你画一幅三文鱼嘅画。好啦，我知道啦。喂，等阵先啦，大家唔觉得系咁要 Connie 老师帮你哋，唔系咁好嘅咩？Connie 老师冇你哋谂得咁得闲，可以做埋咁多无谓嘢嘅。其实我而家都未算去到好忙啫。老师，系。你唔可以咁睇轻自己嘅，而家终于到咗适当嘅时机。时机？由而家开始，我会作为老师你嘅助手，嚟帮老师你嘅，所有委托全部都交俾我去处理啦。啊！好忙啊，好忙啊！老师，今日有好多委托想请老师嚟帮手噶。哦。哦。啊，是谁的在这里乱掉垃圾、嗯、啊老师，现在老师你的作品很受大家欢迎的。啊 Moon， 你说什么话？啊，我是说老师你的作品很受大家欢迎的。啊是啊，话时话我的新作品你怎么看啊？新作品？嗯，刚才我做好了，放在下面张台那里的。摆喺台度。今次呢件系我好有自信嘅作品啊！啊啊啊啊啊！就系呢个啊，真系做得好完美啊！系咧，我觉得呢个世界上只有青瓜可以表现到艺术啊！好犀利啊！不愧系 Connie 老师啊，天才嚟啊！系咩系咩？既然你咁中意嘅话，我就送咗俾你啦！送俾我啊？咁边好意思啊？系喎，咁不如我就送埋啱啱先做好嘅新作品俾你添啦。新作品？嗯，虽然好大个，但系都送俾你啦。啊咁嘅，我啊。
作品系完美嘅。咁你攞去啦。啊，咁啊，系啦，我谂到一个可以令全世界嘅人都知道 Connie 老师你完美嘅作品嘅方法啦。系咩方法啊？各位，今日系举行 Connie 艺术品展览嘅开幕仪式，真系好多谢大家嚟到呢一度啊！系咁，又请 Connie 老师。呢一座雕像，我改佢个名叫做青蛙，系用晒我全部艺术生命做出嚟嘅。请大家睇下呢个用立体派整出嚟嘅青蛙雕像啦。有咩事呀？是 Sally 啊，是 Connie 老师新作品的开幕仪式的。Sally 你都觉得好靓啊，嗬？咩嚟噶？真的好核突的。Sally 你喺度讲乜嘢啊？ Connie 老师画嘅画，就连好出名嘅艺术家大叔都好认同噶。多谢你帮衬啊！吓，我只是个卖画框嘅大叔嚟啫，做咩？唔系啊嘛？粉底仲核突啲添啊！哦，咁样放喺公园入面，真系好影响市容啊 ！Sally， 乜你睇唔出呢个系艺术品嚟嘅咩？艺术品？呢嚿嘢点会系艺术品啊？咁样讲起嚟，只系个青瓜。其实我都系咁样认为嘅。Mm-hmm.